玩具。哎呀，这次又要麻烦小鱼姐姐了。小鱼姐姐在吗？你在吗？回答我。在了在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吗？又来找我。是这样的，今天呀天气特别好。有话直说。哦，是这样的，今天又要找你帮忙。找我帮什么忙啊？你们奥特曼都解决不了，还需要找我吗？那是当然的了。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这样吧，我下次请你吃冰激凌。一言为定。帮帮帮，哪有不帮你忙的道理。好吧，这样小鱼姐姐，我让他们出来，你就帮我想想办法吧。好吧，那你就让他们出来吧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搞来几个大怪兽干嘛？哼！小鱼姐姐不要怕，他们都是奥特曼，被怪兽施了法术，这不是吗？想让你从盔甲里拯救他们。他们是奥特曼。对对对，赶紧的帮帮忙吧，过了时间他们就永远是怪兽了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，赶紧让开，看我的。既然是杰克奥特曼让我帮忙，那我就试试看吧。首先第一个，解开他的盔甲，很简单嘛，尾巴放下，盔甲解开，放下尾巴，然后就是胸膛了。哎，先把他的头拿下来，打开了。哦，原来是我们的赛文奥特曼呀。打开，讲讲，这样我们的奥特曼不就解放出来了吗？赛文奥特曼解救成功。下一位是他了，克拉魔王。现在开始解救他。首先他的手臂在这里，打开他的头，旋转，把他的尾巴卸下来，然后打开他的后背，把后背旋转叠在后面。强强还是被我解救了，原来这是我们的艾斯奥特曼。下一个让我来变形的是海帕杰顿，里面会是哪位奥特曼呢？让我试试看。强强，这样我们的奥特曼就被救出来了。快看，这是哪位奥特曼？这是我们的初代奥特曼。最后一位怪兽来了，拥有新月型犄角的哥姆拉，看我的吧。全部打开，然后胳膊抬起来，旋转，强强，快看，这就变出来了，这是我们的宇宙超人奥特曼。哇，小鱼姐姐，你简直是太厉害了，下次我一定好好谢谢你，请你吃冰激凌。这下我们就先走了，再见。